撤！皇兄，小姐，皇兄，皇兄，小姐。 快，是。停住啊！忍着点，扒拉啊！轻点！把剑给我。 说，这死野人到底什么来的？估计是附近的猎物。娘的，敢在老虎嘴里抢肉吃，找死呢他！这样啊，你跟四弟在这歇着，等大炮回来，也不能就这么折了本钱啊！我料他们也跑不了多远，肯定还在老林子里。等爷见了他，非活剥了他不可。 走。
三爷还没回来，但四弟处理一下伤口，把他带进秧子屋关起来。走。二爷，二爷，二爷，一群当兵的把三当家的押到校门口了。什么？二当家的来了。二爷，臭丫头，你听好了。 是冉少爷呀，冉少爷，我雪峰山与你们屯武军从来就是井水不犯河水，今天不知什么事儿把你给得罪了。你他娘的敢动他一下试试？秦当家的，你身边这个丫头，还有这小子，今天截了本少爷的道。 还抢了我的人，本少爷今天就是来要人的。你抓了他的人吗？没抓。竟给老子捅娄子，还不把他带出来？是。好啊，这么大的事儿。 也敢瞒着我，胆子是越来越大，竟敢惹冉家。大当家，真没了？什么？人们说被打倒，不知道被谁救走了。您看，冉少爷，我问过了，我们山上没有你要找的人呐。看来咱们是误会了。我看你还是到别处去找找吧。秦当家的意思我听明白了。这么说。 这场仗是免不了了，炮兵，预备，等等，冉少爷，我可以让你带几个人进来，但不能带家伙了。不知冉少爷有没有这个胆量啊？好啊，我答应了，开门。 这是草药，自己涂吧。我出去。哎！啊！锅里有吃的。
我还没来得及跟你道歉呢。报告，没找到。报告，没找到。都仔细搜过了吗？仔细搜过了。阮少爷，我没有骗你吧？等等，阮少爷，你忘了什么吧？姓阮的，赶紧把爷的人给放了，否则你出不了雪峰山。是。阮少爷，这搜你也搜了，你答应我的事，不会反悔了吧？看来我阮志高今天要是不放人的话，是难出这雪峰山了。大当家的，那我只能麻烦您送我一送。好说，老夫我亲自送你出寨。来，走。少爷，你什么时候藏了个手榴弹呢？就阿姨早，阿姨早，走，兄弟们，找我们什么事儿？兄弟们，昨天救走黄家丫头的，就是那个打伤咱兄弟的死野人，大炮已经被屯武军抓走了，咱们必须得救他。你们跟着爷，爬遍所有的山，冲干所有的河，一定要找到那死野人跟那黄家丫头。画好了，画得真好，像你吗？像。哎，我们俩认识这么长时间了，我还不知道你叫什么呢。我吗？嗯，我叫石峰。石峰。我叫黄夏，黄色的黄，夏天的夏。我们现在就是朋友了，握个手吧。不是这只，那只。握紧，对，这是什么意思啊？朋友见面的时候握个手，代表友好的意思。你好，你好。